死了一个。小鸡死了一个。粉色的。就看看粉色的。怎么好好的死了呢？哎呦，真的是死了呢，这太可怜了。但是他的眼睛还睁着呢，为什么？呀，他还喘气呢，宝贝。他闭上眼睛了。还有一点点呼吸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也不知道。他是不是太冷了呀？对呀。还傻下几个？三个。我看看。哎呦，这个怎么也不行了，宝贝，你看看。这个也，这个快死了。你看这个怎么也有点不太旺了呢？也快死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吃坏东西了？快死了，这怎么都不行了？哎呦呦呦呦！还有这两个，就剩这两个了。你怎么没照顾好他呀？我照顾好了。那怎么还不行了呢？你看多可怜啊，刚买了两天就死了。他还动，他肯定还动，他现在还有一点点小生命。